谁呀？请进。端好。哎，不让你来吗？我们家魏魏不是怀孕了吗？我担心她怕她没事。那你呢？我们家这快了，快了。凑什么热闹啊？相当美丽，相当迷人。哎呀，干嘛化妆花了？哎呀，魏魏今天真漂亮啊！谢谢。桃子今儿也挺漂亮。谢谢。那我们吃饭，拜了骂娘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魏魏，你漂亮，跟你这漂亮没差太大截了。你小，你小，想吃美国大樱桃，美国大樱桃，你等会儿啊。你就顾着宝宝。想喝什么？你任何事情别顾。哎，你说那美国大樱桃还有卖的吗？没有了，卖光了。嘿。没事，我回到美国，我飞到美国给你买大樱桃啊！哎呦，行，你人家怀孕，人家吃点挺贵的东西，我说你怎么放那里头？命重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桃子刚刚说啊，他说，要是生儿子的话呢，妈妈会变丑；要是生女儿的话，妈妈会变漂亮。你想我生儿子生女儿？他说错了啊！自从你怀孕以后，我觉得你更漂亮了，而且我觉得你肯定是生双胞胎，龙凤胎啊！想得美啊！你还生两个，寒心。最好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我这一辈子不跟你做牛做马。爸，你想要什么就。大贵。龙凤胎，嘚瑟。我舍不得。咱们宝宝见面。去吧，去给我拿鞋子。对对对，姐姐。哦，对了，鞋。哎，快快快，待会儿来不及了。哎，不能弯腰。没事。千万不能弯腰，你弯腰容易动胎气。哪有那么娇贵呀、啊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还行吗？行。呀，薇薇，你真漂亮，是吧？嗯，一点看不出怀孕了，看不出来，跟没怀了似的。说什么呢？那桃子，我们说好了，要是真的像你说的，我生个女儿的话，到时候你生个儿子，我们一定要订娃娃亲啊。啊，果然，就要。尊敬的二位新郎，还有二位美丽的新娘，婚礼现场已经准备就绪，伴郎和伴娘已经在等候了。麻烦四位新人跟我一起步入婚礼现场吧。急死